以后想吃马蹄肉卷，您就学我这样做，酥酥的表皮包裹着香味十足的馅料，好吃到舔手指。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马蹄，去皮后拍扁，不要切太碎，这样口感更好。然后放入剁好的肉末中，搭配点香菇、虾米、香芹丁，调味放盐、白糖、五香粉、蚝油，一大勺红薯淀粉，用你的右手抓拌成这种粘稠状。一定要选用这种头层豆腐皮，它是裁剪好的，特别方便，一包有30张左右。放上肉馅后像我这样卷起来，然后水开上锅，大火蒸18分钟，放凉以后再切成小段，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用平底锅煎一煎。这样做的马蹄肉卷吃起来又香又酥，孩子们一口一个，根本停不下来。